又冇话隔离佢哋啊，要佢住难民营啊。其实除咗系好个别生活，实际上好有困难，先至冇办法喺社区生活，要住喺嘅特别嘅难民营入边之外咧，大部分伊朗嘅难民，包括阿富汗啦、啊，嚟自伊拉克嘅，都系融入社区入边嘅，即系佢哋系同伊朗人一齐生活，一齐活动嘅，佢哋系。除了教育上面有同等权利之外啊，亦都有医疗保险啊，亦都有其他嘅社会嘅福利，咁变咗咧就冇乜嘢叫做歧视嘅，而系互相共融嘅。Here, this is where they register. This is the reception, and they will have those electronic files that we talked about earlier. So their names will go into the system, and everybody has one health and medical file here.在阿富汗的民間的習慣呢，就是沒有讓女孩子上學的，那來到這裡呢，就有些專門為女孩子而設的學校，在辦這些學校的時候，他們事先也都透過一些社區的關係啊，教育的家長，讓他明白女孩子都應該上學，那將來才有好的生活，才可以替社会有贡献。做呢啲嘢咧，其實係令到難民對自己建立信心啦，令到自己覺得自己對社會有價值啦。而實際上咧，佢除咗自己之外，亦都係令到其他嘅難民即係睇到一個好嘅榜樣即係唔係成日淨係依賴人哋嘅救助，而係有自己嘅個人嘅生活、個人嘅目標咯。